本分局十五日凌晨获报，水源路二段巷内有多名民众大声叫嚣。本分局立即出动快打组合警力赶至现场，控制在场民众。据了解，系当事人柯南于案发地附近访友散步时，遇另一当事人赖男及郑女在二楼嬉闹时，并丢掷东西至一楼。柯南欲将该物品移至路边时，遭赖男谩骂，进而发生口角争执。柯南随后通知有人前来助阵，进而与赖男发生肢体冲突。原警抵达现场后，立即以辣椒喷雾水压制多名民众，并将双方隔开，扣押现场作案工具，将在场人依刑法伤害及妨碍秩序罪待反锁侦办。